9月6日，狗云会阵容等出席品牌颁奖礼。近期忙于拍摄电视剧的狗云会，在拍摄期间不小心负伤，而且睡眠时间也不能保证，但他却看得很开。因为今天早上就是拍枪战，那很多是要追逐，然后很多就是真的是拿真枪去拍，然后有那个开火，那整个人的那个脚就跪在那里跪了太久，所以就现在很没有力，现在穿高跟鞋整个力量都是支撑不住啊，那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做这行其实忙是好事来的，那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去奋斗一下。被问及日前郭富城与叶希奇的婚讯传闻，都不乏有他的名字出现，他表示绯闻听完笑一下就算了，自己未受影响，也不介意与各绯闻人物一起同台工作。其实我觉得绯闻的事件听完之后笑一下就好了，因为真的大家都知道不是真的，所以我自己只要不是太大的影响，我都不会太介意了。我觉得工作上面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大家一起合作工作可以是可能会有不同的火花，所以我不会抗拒跟任何artist 合作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